今天好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乐天小熊跟那个全联合作的，算是母亲节的特别商品，乐天小熊的综合铜锣烧礼盒。然后这个是两个都是用预购的方式啊。然后乐天小熊的铜锣烧礼盒里面并不是红豆馅，它是覆盆子跟所谓的卡士达、啊，然后里面打开是这样子啊。分别是，然后里面的图案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，但我的好像抽到一款是一样的，有点可惜啊。那像这一个是海盐太妃糖卡士达，这名字有够肉肉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覆盆子啊。等一下先各拿两个出来，里面这样子啊，然后里面的图案是上面是用炙烧去做图案的、啊，售价是预购价是289啊，基本上应该是一般的全联都可以贩售、啊，他只要去那个他们全联拿这个母亲节的预购商品啊，就可以寻找哦。这个我要讲一下，我觉得我们那个五节的全联真的是每次都很两光啊，每次有东西问他们，他们都会直接跟你讲没有，但是我确信这一次的应该。是只要是全联的门市都可以预购啊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问他们，他们都会直接跟你讲说东西就是没有货。反正他们的员工，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是很喜欢去问他们的主管问题啊，不知道是他们工作环境是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预购的商品是乐天小熊的柠檬可可。蛋糕啊，然后盒子是这样子啊，售价是279啊，售价是279，然后打开，里面这样子、啊，比我想象中的小非常非常的多、啊，打开这样，然后很明显的没有很大，跟铜锣烧其实差不多大小啊，大那个大差不多宽啊。然后上面就撒可可啊，然后先拍照，不然到时候切了应该就拍不了。然后先看这个，我个人是蛮期待那个，它是覆盆子，它也是卡士达，一个是海盐卡士达，一个是覆盆子卡士达。打开，覆盆子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应该蛮好吃的吧。我觉得蛮酸的，那挑战海盐看看。这是海盐太妃糖，这应该蛮甜的吧？海盐太妃糖，这个打开味道还蛮重的，我个人比较推荐。海盐太妃糖，这个蛮好吃的。然后基本上他们的保存期限都是30天左右啊，但预购后期预购含预购到货日期，他们到他们的门市是冷冻的，然后冷冻后。冷冻拿到货，大概剩3个礼拜啊，会比较准。然后他们现在还可以预购，预购日期是到5月11号，然后订购后的5日内可以取货啊，柠檬可可蛋挞跟综合铜锣烧礼盒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巧克力乳酪塔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巧克力乳酪塔，但是
从外盒来看，我看不到上面有看不到上面有任何的那个介绍、啊、我想说下次再订看看好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考虑去订看看啊。然后再下一个，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，放到旁边。拍一张，给大家看到。那随便切就是会把中间切到啊。哎，里面很扎实哎，虽然感觉不到我在用力，但其实我现在还蛮用力在切这一块的。哦，它里面呢应该是乳酪的，不是乳酪，这应该是柠檬的那个饼皮啊，这样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好吃，我比较好奇它那个饼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切完成切面这样的，然后中间有一块，那应该是柠檬的，这个应该是某种柠檬的东西。哦，这是柠檬奶，那个柠檬奶馅啊，这个还不错，而且巧克力我觉得还蛮搭的，巧克力。一点点的苦味，然后配上那个柠檬这样子，这个是好吃的、啊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己就全联，自己家里附近的全联问看看可不可以预购啊？因为它好像说是限量各1000份啊。那本人现在有预购到了，铜锣烧没有限量啊，但是柠檬可可蛋挞是有限量。那今天介绍到这里啊，这是乐天与全联合作的商品啊。